啊，这一本书诞生真的很不容易，有好几次我都想停笔了，觉得好像已经追到快圆满了，但忽然抬头又感觉圆满又离我很远，所以一再又一再的修改。那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好像感觉要停笔那种感觉，但中间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包括病人眼睁睁的看过原始点的所有方法，包括按推内外热源都无效，然后他用生命来告诉我这一件惯常的事。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个人没有什么聪明，我一直在痛苦中摸索着，这样一直往前进。那每一件事情我都历历在目，而这些经验才会让我在痛苦中有一股动力想去完成它。所以这一本诞生的真的太不容易了。成功的案例对我而言只是把它归纳，让大家学得容易，但真正让手册改变这么大的最大力量来自于患者的失败案例。每一件失败案例都会带给我巨大的痛苦，而这样的痛苦会让我好几天好几夜吃不好睡不着。所以这样宝贵的生命这样就走了吗？它带给我的又是什么启示？所以我就会从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思维思考着，我希望它是最后一个，所以我必须要总结出来，让后面的人如果遇到我相同的案例能够有更快的方法更好的方法来帮助他度过。所以这样历经了几次之后，本来要放下的，哎，患者又示现了一些病例来让我看到。所以我对这样的患者，我说实在就像我序言讲的，我感激不尽，刻骨铭心，这真的是我的心情啊。所以这本书出来啊，我没有快乐，只是只是在看过太多的生老病死之后，我想这一本书一定会带给人类很多的启发，对于生命的尊重会更加重视，而这个医学会因此而更完善，这也是我内心最初的发心，也是我的愿望。那我希望这样得来不易的书大家好好珍惜，你们的健康从中一定可以找到答案，不但可以找到答案，还可以帮助周围的朋友。那今天诞生了，我希望这一本书就如同我当时想的，百年后千年后只要有人看到，还一定还能够受益。我是用这样的心情全力以赴的，所以这样诞生了，我想我的重担暂时可以放下了。所以这本书到今年应该是呈现出来，以后即便有什么修改，我认为都已经是边边角角大致已经尘埃落定了。好，谢谢各位，谢谢。